抱歉啊，上一集我们可能我有些地方还没讲到，就可能就关掉了吧。等一下，调一下，好，随便。我们还没有做好道具吧？抱歉，那时候我不小心太按快门太快了。先做必备的，这个也要做两个，每个都做两个哦。毯子，背包满，真的满了。哦，怪怪的声音哦，看到了，那、什么，那个是叫什么穴？安德，史莱姆啊，那史莱姆很讨厌，尤其是我们住在沼泽最讨厌。算了，先，算了，那我们干脆先把东西都收一收算了，放一个箱子在这里，放鸡蛋。烤猪肉我们带随身带着，然后甘蔗、树苗那些可以种的东西，瓜，大概植物类的，青草草，种子，然后这桶水，水桶，现在才发现我有水桶，然后蘑菇、鸡蛋，牛排比较多就放牛排，然后靴子也混进去了。好，那就背包就清了一堆了，然后之后再做，就是以后种菜需要用的，多做两个，箭做三把，箭比较需要，然后镐子也做三把，比较需要的都做三把。我明天要去，哦对，要先做斧头。三个石斧，石镐有两把，最后呢？好，做错了。三把，十件，哈哈，十件。对，现在既然有铁了，那花一些铁吧。先做这个铁制头盔。五个能做，铁靴我们已经有。啊，不够。有一个铁靴子之后，这样子防御性大增。然后，哦，东西又几乎都做好了。木镐、石镐做了有三把，然后剑也有三把，然后斧头做两把，这样子都有都齐全。然后剩下的就拿来做火把。然后这些剩余的火把呢，大概就可以拿去做燃料之类的东西，然后就先睡觉。看，我们会利用时间吧，然后再拿出木头。木，就是箱子里吧？没有那木头在哪里？怪了。很奇怪，我不记得我们木头已经有花完了。当初做那个木，你不会把那个木剑给用做完吧？不会吧？怪怪的哦。算了，再去砍一棵树吧。好，再去砍一棵树。我们为什么要南瓜？怪怪的。现在大概只要64个木头就好了，不太需要木头，因为二楼希望可以就用玻璃盖，差不多，至少做一些玻。不能被他射死哦。先躲远一点。那弓箭手好讨厌啊。弓箭。
们现在已经调回困难，所以那怪物杀伤力蛮大的。他拿的是那种什么附魔弓箭啊，哇，太阴险了，居然拿附魔弓箭，不然至少他死了。掉了什么东西？哦吼吼，眼睛中了一箭，哼，好讨厌，眼睛中一箭，这个感觉怪的。反正南瓜哪来的啊？就去砍一些橡木材吧，把这个稿子弄坏，不然就再砍一棵树啊。看下去砍一，就算只有砍一块木头，那个稿子这个斧头应该爆了。每次会把那个羊看成弓箭手。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你又在砍哦，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砍树上。水上房屋真的不错吧？比较不会有怪靠近，你看那怪物都会在那边隔岸，在隔岸那边根本过不来，哦，超多。这，哦，刚好32个。相猜，好，准备盖二楼喽。看看啊，就不、哦、大支史莱姆，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。盖骨头。一样盖5层，对，二楼大概只要4层就好了。这样子的话，哦，不行，那还少1层，唉，没办法，再多花2个项目才能再跳下去。我这些木头还不够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看一下哦，奇怪，那等下先变成南瓜种子，然后我忘了要做什么。哦，对，玻璃，这玻璃片留着。玻璃先，哦，先盖玻璃塔好了，玻璃比较麻烦。哎，这样沙子不够，哇，沙子，哇，摔下去，不会还有洞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不测吧。要拿出铲子哦，拿出我们石铲，好，
但好不好还不够，多砍一点啊。熔炉先搁着吧。好，用两个烧。那在烧的时候，我们就来盖这个。用完所有的玻璃吧。盖好这一扇窗，应该 OK。又要重排水，讨厌。这个，浪费了。哦，这样不够，我们得再挖更多。还没有跳进水里，哎，船，船还在，还以为会把船给踢走。刚好先掉到船那边去。刚好顺便把这里整一整，地太乱了。因为这边沼泽地形，所以地就有点怪怪的。觉得那砍沙子的声音很悦耳嘛，算了。回熔炉，回熔炉，熔炉，熔炉。不过既然都出来，就去砍一点木头吧，应该还没有要天黑吧。普通普通。砍下好了。没。叫声有点像。很老的人的叫声。对，这个用铲子，雪球，今天长得有点像粘土，不过雪球应该只能用来攻击东西吧，所以雪球其实收集了以后就可以来当东西，懒得出来就砍一堆木头回家也好。好了，回家。等一下，干脆在这里转换算了。哦，站啊，那站就一堆木头。哦，刚好停，快闪，快闪，快闪。船刚好就这样子，玻璃不知道烧的怎么样了，烧好了吗？啊，没烧好啊，还想说我更大的工作量交给你。要拿什么去烧呢？不能再用这个，煤炭是很重要的。不然就放40个给你烧吧。反正应该还会有剩下来的吧。趁现在就来盖。
奇。我们这种找的地形最容易见的怪就是大概是史莱姆之类的。嗯，我们在这里最容易见怪，你看，看到了，刚才在弹跳的那个绿色耳烂，多用一个，先放几根火把好了，看。那么暗也是会生怪的，所以要小心。哦，全不要给我跳下去，岂不太烂了？所以这些木头应该不够吧？仪式可能或许应该不够。因为前台照了两排，进度来看的话还蛮慢的，而且木头不够，距离很大。哎，为什么拿木镐？难怪我想说怎么变成砍那么慢，跟手砍是不是一模一样？诶，我是不是盖错了？就听到蜘蛛的声音，嚯，就在我们家下面，你要下去跟他开战吗？他为什么不爬上来？怪怪的。嗯，不要跟他硬碰硬，那我就要吃亏，反正是我们自己扛，好不好？不过他没有爬上来，感觉怪怪的。哦，你是哪里？反正这样我就不能睡觉了。对，还是先睡觉。对，在不能睡觉之前，还要先睡觉，才是最正确的应变方法。刚刚好。等我一下。好吵，会不会在我家旁边啊？够了，吵死了，硬碰硬。哇哦哦！吓死我了！突然冲！不会还有蜘蛛吧？真的气死我，能死电话。嗯，怪物在旁边的那种声音。唉，算了，不过至少我们刚才有得到蜘蛛线吗？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？哎，线很重要哎。就得到一颗子弹。不见了。啊？被我吃到了吗？怪了，那只蜘蛛为什么没有掉线啊？它线用光了吗？还是？怪怪的，每天都怪怪的。嗯，烧好了，烧好了。太好了，还是那么多，那就放心了。还想说应该不够用，拿10个给我。
那只蜘蛛真的没有掉蜘蛛线。忘记预留那个阁楼的空间。弄一点都不重要的泥土。在这里啊。哦，烦耶，然后就真的很讨厌耶，这要怎么弄呢？进去，没有必要为了一块泥土那么执着吗？而且为什么不见了？我跳下来就是为了找你，还是我捡到了？算了，不管了。既然都出来了，那就去砍树吧。木下，为什么？喂。为什么就那么刚好就直接掉进了这里？啊，算了，好，那不去了。那个雪地在哪里啊？钻石 bug 吗？你感觉好像，哦，僵尸的腐肉，简称腐肉。吓死我！那原来是之前挖。那个的，哦，这只羊就是之前已经有打过那种羊，不然我为什么打它一下它就挂了？怪怪的。这怎么漏砍一个啊？奇怪，这麦克真的态度是怪怪的。我怎么每次一挖到木头就回去，感觉都不见了。哇，这个需要了。哦，我这边比较漂亮，可惜只有羊。所以那个地方，采一点花回去吧。花可以拿来当装饰品，尤其是玫瑰花，感觉比较漂亮。像树的幼苗为什么不给我吃啊？怪怪的，应该 bug 吧？怪怪的哦，感觉有什么东西接近我。继续走人。好，我们下去，走，出发 ，Go！ 我在出发是吗？我当初有没有想说的是？摆个楼梯，然后继续那个把这围起来。对吧？这样才像话。然后用这些木头做一些东西。还有，我烧出七个。有那么多玻璃啊，那。阁楼可以用玻璃盖，唯一的好消息。然后拿出这个，
全部都转换成打鼓。18除以7，就有一个两个。不过应该也不需要那么多啊。对，不需要那么多。把它卡在对标里。走。哦，你看，真的爬上来了。然后。下面已经隔好，那就开始盖玻璃。哦，好，正点，这才像话。这样就好了。哦，这边补好。好了，你看这样多漂亮。然后接着就盖阁楼，一堆木头。阁楼不用盖太大，就把这边切掉了。哦，真的不用太大。塞米真的有点讨厌啊。看他就觉得很恶心。这边呢，把它围起来。够，哦，原本想说应该会一定会够的，那就用玻璃吧，反正我们玻璃不削掉也不行啊。对啊，我们玻璃不削掉也不行，一定要用的。刚好多出一块，剩下的要怎么补？看看，没什么好补的，那就。唉，真是有够麻烦的。最后再一个鸡蛋，不吃一层泥土好了。反正我说过，我们阁楼不用盖得太华丽。随便让盖其实也 OK 啦。随便盖吧，刚刚好，我不知道那么刚好，然后最后再放几根火把就 OK 了。好，阁楼完成，这样呢就可以把箱子拿出来，合在一起变成大箱子之后，这个炉灶、铁、煤炭、斧头、梯子。不需要不重要的东西，玫瑰。骨头大概会需要，那就有留着。木棒也会需要。实践是一定需要雪球，就没了。目前就是我们的大阁楼，然后之后我们应该到时候再做一个熔炉。我比较方便烧东西，不用一个一个慢慢烧。你看这种，这个要用斧头砍。
哦，对，这个没有做灯。哦，台湾这个没有做灯，玻璃不可能放。哇，那就当书房在这里靠着这里维持灯光的，那就这样子比较省那个木火把，比较省火把啊，火把也可以先放进去。嗯，想说再做一些火把，其实应该也不用。好，阁楼漂亮哦。上去，好，阁楼就完成喽。因为这个家呢只有我们一个做，所以不需要做地板门。嗯，有那么麻烦，不然这样还要一直开门，多麻烦。先睡觉。好好好，好了好了，这个今天要来做的事是，你是不是把音的美的声在哪里？我们开枪射你，开箭射。当初是不是把香木材用了之类的？这个没有啊。哦，真的没了。那我们就去砍一些树。从那摔下去应该会摔死。哦，那史莱姆到底烦不烦啊？可是我不太想理他。理他等于是我们自己帮自己找，为自己找麻烦。哦，弓箭手，尽量跑快一点，被他射杀。怎么在水中射我？看到水中，哦，啊哈哈，你死了。当时死的那个地方是在。也就是我们说，我们当初原本要砍树的那个地方，拜托，哎，拜托，很多东西都在那里插塞。当初要砍应该这个，怪怪的。哦，对，这也就是当初我死的地方。怪怪的，有人靠近我。哇，一只盔甲。嗯，不管，那今天还是早点结束。哦，烦不烦啊？就是，算，趁刚好趁现在做点了结好了。就现在做个了结也好。现在吵死了。对啊，把盔甲引到这种爆炸不关我事的地方。哇。你想克里卡的炸伤力还是一样强，还以为应该会被打死，结果最后还是死了，怪怪的。